年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做出的决定，我自己跟自己讲，我可能改变了自己一生一辈子所从事的事业。而今天我想把大家请过来，跟大家共同探讨以后至少5年10年我们要做的事情。那么阿里巴巴我们将做成怎么样？我想从黄页的时候我就提过，黄页所要瞄准的对象不是国内展的，而是国际展的。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不在于中国，而在于美国的硅谷。如果说第一，我们把阿里巴巴定位，就把它作为国际站点，我们不要把它定位是国内站点。第二个呢，我想就是我们要学会硅谷人的一种拼劲。如果说我们是早上8点钟下班，五点八点钟上班，5点钟下班，这个不是搞高科技啊，这个绝对不是我们阿里巴巴能成功。如果说我们有这种精神，反正我上班了，就是8点钟上班，5点钟下班了 ，OK， 赶紧去其他地方。人家美国人强就强在的硬件，强就强在的系统建设，这方面确实比你高。但是玩信息玩软的，中国人脑袋绝不比人差。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的脑袋绝不比人家差。这就是我们敢跟美国人斗的一些东西，我们绝对敢斗。如果我们是好的 team， 好的团队，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想做什么，我们想干些什么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是可以一挡数。我们能够赢政府机构，我们能够赢其他很多的民营企业、大的这种企业的是什么？凭的是我们的精神、我们的意识、我们的创新概念，以及我们这种拼劲才能去斗。否则的话，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？谁都知道 ，Internet 是个泡沫。我刚才讲的危机感就是 Internet 这个泡沫现在越来越，什么时候破？雅虎那帮股票掉了，哎，eBay 股票会涨。那么有一天eBay 股票涨了以后，可能阿里巴巴社区的股票涨，所以不要担心。我觉得 Internet 这个梦不会破，这个泡沫不会破。我们为后面的3-5年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惨重，只有这样的惨重的代价才会赢得我们未来的取得的成功。那么目标是2002年阿里巴巴上市。